1月23日晚7点半，湖南卫视春晚延续惊喜，为观众带来一场欢聚的盛宴。在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节目中，《爸爸去哪儿》五个家庭的加盟成为晚会万众瞩目的焦点，舞台上萌娃们的有爱互动更萌翻了现场观众。不比拼明星大腕，不炫耀奢华舞台，今年的春晚以团聚为主题，以孩子为中心，围绕五对萌娃囧爸设计了一系列温馨有趣的表演环节。五个家庭不仅与主持人的搭档形成最鬼马精灵的主持组合，节目现场还搭建了分别以五个萌娃为主题的房间，让萌娃和现场观众进行包饺子、吃火锅等一系列年俗游戏的互动，用最轻松快乐的方式突出了团圆特色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石头也握过了哈，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小礼物要送给瑞敏哥哥，谁先来？第一个先来，第一个是石头先来好不好？你先来吧，你想说点什么呢？你先说点什么？小的先来，小的先来啊，啊，那最小的是先来吗？Cindy最小，Angela最小，对不对？你先送给瑞敏。